嗨，大家好，我是秋友先生。你知道这是什么吗？这个也是我这一辈子第一次吃的东西，超级好吃。如果你也有兴趣的话，就跟我的影片看下去吧。嗨，大家好，我是秋友先生一家人。今天来开箱一个东西，叫做 OK。OK， 起来一下。对对对，然后呢 ？OK 是 Pokemon 那个，但是它、哦、是这样子。对，我不知道它念 OK， 我以为叫 Poke P O K E。然后这个是夏威夷拌饭，然后夏威夷拌饭我从来没吃过这东西。那据说呢，就是夏威夷人他们都会吃一些什么海藻啊什么的东西，有一些酱料这样。然后后来因为夏威夷就是日本人占六成，然后日本人都去夏威夷，那夏威夷就开始就有加一些这种生鱼片的元素，然后就会呈现了现在这种夏威夷拌饭。那我把它当健身餐吃，因为它里面的东西都是满满的蛋白质，然后你可以去选这些菜啊什么的，非常的健康，然后看起来超好吃的。好，迫不及待来吃一下，推荐大家来吃一下。好，我们来试试看。啊，赶快吃，看起来超好吃的。好，我们来试试看哦。现在讲一下，这边有一个那个虾子甜虾，我今天点的是甜虾，然后这个是鸡胸，然后还有这个是鲑鱼。然后里面呢，我选菜跟那个饭各一半，那你也可以都选菜，或是都选饭这样子。然后这里面它有一个这个泡菜，然后还有玉米啊，豌豆吗？对。然后秀泰的话，基本上跟我一样，只是我不吃牛，他吃牛，所以我帮他点了那个骰子牛，好吃呢。但是我刚刚吃了一下。就是虽然有一点筋哦，可是它是软的，不会咬不动。因为我其实很讨厌吃骰子牛，大部分的骰子牛都咬不动，我就觉得为什么要把肉切成块状？可是这个很好吃，这个柔软。好，那我们就现在试试看，然后等下来跟大家讲。哇，好好吃哦！对，这东西好好吃哦。哦，里面有这个哎，这个海藻对，它是对，好棒哦，腌的很好吃，我很喜欢吃这种东西。好，我们来讲一下，它这里面呢、啊，它是十二个菜选五种这样子，那。因为我有选择困难症，所以我就叫他帮我两个都不一样的，然后选十种，就这样全部一起吃。所以哦，里面他的菜跟我不一样。那我刚刚讲了，我这些东西嘛，有生菜啊，然后玉米啊什么的。然后呢，就他这边是苹果，然后小黄瓜、鲑鱼、生菜、海藻。我包括海藻有两种哎、欸，对对对，海藻跟海带丝啦。这个。对对对对对，是海藻吧？然后这个是，怎么不知道？这两种都是海藻吧？其实。对，所以。还不错，就是两种，就是我就故意挑两种，那我们十二种也吃了十种这样子。嗯，对，不错，都是我喜欢的。那这个口味好好吃哦，这个饭好好吃哦。喜欢它是冰凉凉的，如果你喜欢吃这种清爽凉凉的啊，像那个生鱼片饭的那种冻饭的话，哦，这个很划算，夏天最适合。对，然后它这鸡胸也是好吃的哦，那种冰冰的，然后嫩嫩的哦，那好吃，赞。我忘了讲一个东西，就是我今天我点的口味是那个胡麻酱的，然后你的是什么口味？吃起来你知道吗？对啊，就是日式冻饭的味道，那个里面酱有点咸咸的，所以是什么？好，你吃不出来，吃不出来。好，你的是柚子胡椒哦，有柚子胡椒，整个都是我喜欢的口味。对，我当然知道挑你喜欢的口味。对，那我们今天就吃这样，它还有另外一种口味，然后我们等一下再看菜单里面就知道。有啊，你讲了，我就有吃到那个果香味了。对，好，我们继续吃哦。我最近找到这几家新的都很好吃。这个我会每天都想吃。嗯，不会，你两三天你都不想吃。不会。那我也要吃两三天吃到腻为止，怎么样？有招牌吗？就是找黑板的，你根本不会注意到。那你是怎么找到的？ Google。知道人多吗？不多。那大老板不都生意不好？你觉得应该不会吧？不够就对了。嗯。觉得这餐根本就可以，这个影片标题就可以打"宅在家吃高级料理"嘛。这很厉害的那个。我们再讲一下，我这个有个豆腐，这豆腐好好吃哦，好香哦。好，你都吃完，你要再来讲哦。好，我们来总结一下这一间店，叫做波奇莱夏，就是 Poke。好，然后呢，我这个东西呢，它就是用那种，就是叫 Poke Bowl， 就是一种那叫什么波奇碗，夏威夷饭。对，夏威夷饭。然后它是用很多那种新鲜的生食期，都是要切块状，然后有那种菜啊，或者是肉啊，那些都是生食级的材料去做的。所以整碗啊，这样下来都是非常的那种鲜甜的感觉，很像那种生鱼片饭啊，然后再加一些沙拉蔬菜那种的。然后混在一起吃，然后这个很棒，就是它这样一挖一口下去吃，哇，整口下去就有很多的料，然后肉也很多啊，然后那个豆子啊，什么菜都在一起，然后感觉吃起来就非常的爽，非常的满足，很好吃。喜欢吃冻饭啊，喜欢吃那种清爽感觉，一定要试试看。然后之后我们秋太有补充一点，就是他刚刚吃骰子牛，因为我不能吃牛嘛，那你觉得这样？然后我觉得他的骰子牛啊，就是肉质很软，然后筋度适中，口味也调整的非常的好。那整体来说，是我觉得全淡水我吃过的骰子牛是最好吃的一个。对，可能有一些更好吃，但是我们不知道，因为还没有吃到那么，以后就会可以再推翻。目前第一名。对，然后调味非常的棒，这样子。那大概是这样，这我觉得超级推荐，五颗星，总共就五颗星，就给五颗星了。我明天还想吃这个。好，那我们今天就先推荐到莫名下对。
哎、欸，我叫一个基底，就是那个饭菜各半，然后佐菜的话，十五选二是不是？十二选二。我看一下哦，我弄不出来，随便有随便这个选项吗？哎、欸，就是我帮你配。对对对，好好好，我两份之后，我两个都一样，随便配。两个一样，对，是同样的佐菜。佐菜就配了，就是我要点两个饭，然后所以你把它都帮我选十种，随便配就好，好吧？对对对，然后蛋白质的话，我要鲑鱼加甜虾加鸡胸，然后另外一个要鸡胸要一百克还是100克？然后我想想，甜虾，另外一个要鲑鱼甜虾加骰子牛，骰子牛也是100克。对，然后柚那个这个后面这个骰子牛的要来一个柚子胡椒，然后那个前面这个我要胡麻酱好了。对，那稍等大概15分钟左右。OK，特别早一定找不到，就算找到你也不知道。快点认清地址来寻宝。哎，拿到了，然后还送了一张小卡片哦。当然会给五颗星啦，因为这里都没有这个东西，好特别哦。然后我刚刚看老板是一个超年轻，看起来就像个学生。他说他原本是淡江学生，很喜欢吃这个，所以呢，他觉得这边附近又没有，他就自己来这边开了。然后他也没有开店面，因为他一说他目前资金不够。没关系，好吃的话以后就帮助他，大家来吃一吃，让他变成可以开店面的，好吧？